高呢？高血压。他大呢？年龄大呀。他白呢？白癜风。老妹儿，你咋一天天不办个人事呢？你当个人行不行？那怎么说好跟我介绍对象，那小伙儿介绍哪儿去了？姐，你慌啥呀？我这不给你撒么呢吗？搁快点的吧，一会儿都剩家了。说咋的，老妹儿啊，这么着急啊？你可拉倒吧，不用，那我也不信不着你。你瞅你给我介绍都啥玩意儿啊？就像我跟人说话聊天的，你就想挣人红包钱？你看你，哥这回给你介绍的啊，高大白。嗯，高大白，赶紧去啊！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哥带你见识见识，不就知道了吗？那我去看看去啊。咋样，老妹儿？这就你说的，又高又大又白呀？啊，高呢？高血压，300多。偶尔没有一下子。哎呦你瞅瞅，像个炮似的搁这样子。他大呢？年龄大呀。贵庚63，大不大？那白呢？白癜风。瞅瞅这家伙嘎的溜出一块一块的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放几个鸡蛋都能孵出小鸡了，你想闹？你看人家又拆迁了，干啥呢？那咋走了呢？那走了那不怨我呀？走了，红包。啥玩意儿红包？那是没成，成不成跟我有关系吗？没成，给什么钱？老妹儿，你能不能办点人事？姐，你慌。那讲话，那你之前给我介绍都啥玩意儿？那都是，就像跟。啊！